今天是2015年11月12号，国父诞辰，现在来到海拔3000的合欢山。刚刚还是云雾缭绕，现在已经来到拨云见日的时光。哎呀，就这一阵子啊，太幸福了。刚刚还没有阳光那么普照呢。你看，啊，好漂亮的风景。这边是登山口，哇。